卡库和索隆大战果然也觉醒了。卡库是长颈鹿果实，为什么和索隆大战的招式是麒麟人？因为是与长颈鹿跟麒麟的发音是一样的嘛。那麒麟人之前看过我对绿牛猜测，应该就知道我当时猜测绿牛是牛牛果实幻兽种麒麟，结果是个森森果实，还是自然系。哎呀，现在都有点不理解。那卡库以长颈鹿的恶魔果实叫做麒麟人，其实可能也是麒麟在海贼王的设定之中可能属于牛牛果实的又一个伏笔吧。因为长颈鹿果实全名是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在海贼王之中，然后长颈鹿果实的这个能力者又使用了麒麟人的招式，所以麒麟大概率就是会被划分在牛牛果实的这个范畴之下，就跟凯多的青龙竟然划分在鱼鱼果实的范畴之下，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是也有据可循。绿牛现在不是了，卡库以牛牛果实的普通形态展现了麒麟人，就看最后真正的牛牛果实麒麟形态登场时，那个能力者会是谁。